Hello，好紧张哎！这我第一次自己开直播哎。等等，我要先来选滤镜，但我是不是有点宕机啊？为什么？选个滤镜，我有宕机吗？还是没有？因为我看我好像宕宕的。找个滤镜哦。啊，这个真的超可爱的。没有宕机，那我手机在宕什么意思？啊，有一点，朦胧美，好赞！好啦，我们再来挑战一下那个不用滤镜直播好了，维 卡，哦，Hello，Hello。是因为大家一直进来嘛？我的手机卡到不行哎！我回来了，笑鼠，我回来，卡住，因为我刚刚去删我那个手机后面的那个暂存啊，就是用的东西。好啦，我先，谁？说谁来了？杨逸轩吗？杨逸轩，我等下再找你聊天。我先来回答昨天。问大家的170，因为我把它截图，我没办法用手机，所以用 iPad 截图，就是170多个，会不会太多？我们就挑了几个可以跟大家聊的。对，我很多任务，刚刚群组里面还在那边新增14个，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直播，我要干嘛就干嘛，不要吵，不要，不是不要吵，不要左右我。好嘞，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昨天问大家的，我们踊跃发问，为了看我直播请假，安尼甘对，甘好，好，除了 Super 之外，除了 Super，最近还有听什么韩文歌？我最近在听 IU 的。是谁在我直播大闹？我啊，等下你要进来是不是？你先不要吵，我等下10点半再找你。哦 好，我现在回问题，好多事哦 除了 Super 之外，最近还有什么听什么韩文歌？我最近在听 IU 的新歌，然后 IU 的那个 Love。Wings All，然后还有之前前阵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狂听 IU 的，然后脑中里面连做梦梦到的歌是那个他跟 Suga 的那个 It，就是大家可以去听看看，我觉得很喜欢，那是旋律听起来很开心的一首歌，但其实歌词有点难过。陈轩宇，你戴眼镜是不是要杀我？你画面慢一拍，真的吗？我画面慢一拍吗？一二三，退出再进来好像就会好。我要退，所以我要把直播关掉吗？还是我只要往上这样滑就可以了？
退，跳出去，这样子吗？这样算跳出去再进来吗？好好笑，等一下，自己直播怎么自己那么好笑？哦，不是我跳。但我看起来哦，是粉丝重新进来就好，不是我粉丝跳。然后我自己也说，哎，那我跳出去再进来吧。哎，笑鼠哦，笑鼠。好啦，反正就最近在狂听 IU 的歌，然后因为我知道他要来台湾开演唱会，我就是希望可以去听，因为我很喜欢他。原地跳一下，好。然后有人问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最想回到过去改变哪件事？欸，我觉得想要改变的是超多，但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欸，就是我也会看播出，然后就觉得说，欸，这颗镜头其实我可以表现得更好啊，或者是看很多自己的表现，也会希望自己可以再调整、再修正，但就是我们没办法回去，所以就等下一次再加油咯。后悔型人格，对，就是我，我超后悔，他知道啊，林婉仪，对不对？又狂叫粉那个小编的名字，认识杨逸轩吗？认识啊，但先不聊他吧。杨逸轩十点半之后再来好不好？我有170几个哎。我不会全部回答啦，就是挑几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的。等一下，看到一个他说晕船怎么办？晕船怎么办？就是如果你没有吃晕船药，那就是看你很简单啊。如果你已经到岸上的，那你就好好安全下船。那如果你还没到岸上，你还在海上的话，那你就是跳船。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其中的意思？对，就是晕船就离开啊，但就是看你离开的方式是什么。对自己要求高，但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嗯，好，我看一下哦。我有想问的事情，开始这份工作的契机是什么？欸，我不知道好像有没有在别的地方聊过我怎么进入这一行的，就只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读的是新闻系，然后就偶尔会有一些可能曝光的机会，接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就会有很多经纪人来问我，可是后来就没有理那些单位，因为有的真的蛮奇怪的。然后后来是以前的经纪公司，就是在网络上觅我，可是我就觉得，不然就去试试看好了。然后去聊了之后，发现可以，就进来这一行了。哦，我以前说过是吗？好，那就不说了。还有我刚刚讲快，我刚才发现你是一型金牛，嗯，怎样？为什么不能一型金牛？哦，闲聊派说过，嗨。赖仔宏轩，欸，我偷看他们那个关于未知的我们的预告，有点好看啊。哦，原来我讲过啊。好，那就先不聊这个。分享一下相簿最新的自拍照。我玄宇可以再次祝我表演顺利吗？表演顺利哦。Oh, 我好容易被中我真的没办法一心多用欸。我刚分享相簿最新的自拍照，就是我欸，我没办法，我现在想我在相簿再跟大家聊天。但就是最新的自拍照可以口述，就是我今天跟廖伟博，就是免疫的队长，出去吃饭，然后就是逛了街，然后做了一些，这样讲好奇怪哦。就是我们去拍照，然后
对，就是有合照。嗯，啊，好啦，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我很喜欢很喜欢春天。嗯，玄宇有推荐什么好看的书吗？好看的 ，Hello 维恩。突然好多好多认识的人默默的跑进来，嗨。我刚问推荐的好书，推荐的好书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我很喜欢，叫做《沉浮实验》。嗯，然后我最近有回去再看《被讨厌的勇气》。对，所以这两本书，我觉得某部分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然后，还有就是我是。看了那个赖佩霞老师写的《我想跟你好好说话》，这个我觉得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刚看到婉仪说队长要来连线吗？队长在线上吗？现在队长不在线上，还是在？如果队长在线上来啊，来聊天啊。然后，啊，你在啊？又又，要来开杠不？你按下面的那个加，反正刚刚都已经聊到你了。队长在，队长在。要吗？要聊吗？要不？VBL 八位中谁最色？你先按这边。好，廖海博，你要来聊天，你再按加哈。但我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你的申请加入，你要聊再 Q 我。什么？我好发现我好难哦，我好难好难好难跟那个。就是又要看这边，又要看这边，又要看这边，又要看这边。那我昨天是不是白问的？搞屁！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吃了些什么？玩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再看跟逸轩吵架？我想看。这是不要再跟逸轩吵架了。我们是相亲相爱的大喜影艺。然后最近都在做些什么？最近的话就是。好好的生活，然后因为每次下班路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多大家的礼物，然后大家的卡片，就在这一次好好的把它整理，然后把它归纳好礼物，然后卡片也好好的看了一次，然后吃了什么吃超多欸，今天队长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胖了，就是。我拍保留席位从开拍到宣传完好像瘦了6公斤，然后就想要好好的把它吃回来，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太瘦了。哎，杨逸轩我刚刚按了队长的直播出现来吗？哎、欸、哎、欸，又见面！哎、欸、嗨，嗨，等下，这是有谁吗？有，啊、有，你好，嗨，你好，你好，怎么关枪？那个，对啊，怎么那么尴尬、啊？对啊，好尴尬哦，好久不见。屁啊，我们就刚刚已经很老实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已经见过面了。哦，对啊，对啊。应该说我们今天之前也很久没见啦、啊、就是、哦、因为之前你一直要约就是要约吃饭、就是、约拍照吧，对，因为我拍照技术真的是一等一的，你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看廖玮博的那个 IG， 真的是好看的80%吧，来自硬要屁呀、啊
但有一些好看的，真的是全宇拍的。哎，我镜头是很脏啊。你要呜呜呜这样子吗？呜呜呜。哦，好了，我刚回到家。哎呀，有人说我爱你，我会爱你们。然后呢？如何如何？你们刚聊什么？好尴尬。你们刚，我就是什么？就是哎，我超少直播的好不好？就是真的是为了你。哦哦，谢喽。那是不是你要不要？那你直播都在干嘛？之前就是那个啊，那个免疫屏蔽的直播啊，然后之后就是这一次了吧？中间好像都没直播，不会，嗯，啊，对，玄宇跟对播的氛围跟逸轩完全不一样，哎，好好好好好，艾伟，艾伟博就是一个他又不白目，对不对？刚刚我有看到伟恩说艾伟博，对啊，伟恩你要上来吗？不是啊。大乱斗、啊，大乱斗啊！就是、把他大乱聊啊！狂聊，狂聊，没错。我还看到什么？看到你们都好帅，好好看，你们好和平。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聊了太多东西了，我瞬间不知道该聊什么。对，长很常发限动，还好吧？就是发一些健身的啊，然后什么，就是很冷的啊这种。欸宋伟恩，宋伟恩太好笑了。他说：“伟恩现在裸体不方便。”谁说？他自己吗？自己说，他自己说。不会啊，裸体很方便啊，裸体很适合直播啊。会不会走错棚？大家开始说伟恩为什么现在裸体？想看伟恩裸体，会不会还是我先下播，我把这个让去给宋笑死了，对吧？哎、欸，宋伟恩今天天那么冷、欸，哎，不可能裸体、欸，哎。对啊。真的是，哎，我看到你现在是可以唱歌的吗？不行不行，我会吵到那个邻居啊。嗯，我还想说，大家一直在 cue 说唱歌唱歌唱歌，然后先让别人先做。我没有要拖啊，冷的要命。我体直播应该破一万，真的是不可能哎。直接可能裸体就全部人跑光了吧？啊，对啊，下来，队长脱玄宇。哎、欸，我进来之前，你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好几个问题什么的吗？啊，你都结束了？还没啊，就是我发现我没办法一心多用，就是我想要挑，然后可是我又想看那个大家的留言，嗯、然后我就是会一直被带来带去，带来带去。对啊，那就是你先看一下，我帮你看大家的留言。好好好，那我现在看下一个，他说最近喜欢的一首歌，你有没有？你要不要先来聊一下你最近喜欢的一首歌？最近喜欢的一首歌，哦，牛顿与苹果。那我应该伟哲进来吗？伟哲在吗？伟哲不在，但杨一轩在。杨一轩还在吗？杨一轩，我。不知道啊，我这边很难看到谁现在在。慈哥，杨轩在，伟恩也在，然后还有李峰，哎、欸，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很久，嗯，嗨嗨嗨，啊，对你跟你有没有见过吗？没有，我说，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你不好意思，就是有点远，但我之前跟他一起。有拍过那个，就是不是一起拍过啊，就是同一个导演，然后那个导演有介绍过李峰，那时候他演那个一个教育宣导片，然后他演得很好，就是有个坐轮椅的，哦，对对对，然后后来我是演那个就是自闭症的，那一系列，哎，对你也拍过，对对对，你是大学长，我是对我演的是那个什么亚斯伯格症，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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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队长怎么？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这边的风格是怎样？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吵架，是不是？吵架，吵播，吵播，对，是吵播。哎，有人好，那问一下，就是，接下来想扮演什么角色？哦哦，这个 B
不要问，我问你一个，因为我看很少，我来问这个。玄宇以前说看不懂漫画，看动画，最近有什么动画可以推荐一下吗？动画就是最近有一个叫《我独自升级》，超好看。然后原本是一个韩国的，韩国漫画嘛，反正就现在变成拍成动画。完全没有懂，对不对？没有啊，是。反正不是，我不是，我想知道是粉丝想知道，我帮你放大。好耶，反正就好看。好啦，好，很多可以多啦，很多可以看。杨逸轩最白目的事情什么？杨逸轩做过最白目的事情，你有吗？他在你们免疫的片场有做了什么？就是很白目的？好像还好，好耶，就是他人很好，他是真的很会打篮球。是不是上一句他人很好的部分，我真的是Hello， 真的吗？他不好吗？就他很皮啊，你知道他对我做过最白目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约去吃火锅，然后我在大创等他，然后我就在逛大创，对的，逛大叉，差点还把逛大叉，然后这边逛逛逛逛，然后他就从后面。就是突然冲过来，然后哈，然后还拍，我看那影片，他一直说可不可以发，可不可以发，我说不准，你发了我就跟你绝交。发，就是那个真的是发了，我直接去那个什么，去修根，去行天宫修根。两位要听我唱歌吗？金包银，就是他们明天有演唱会哦。我知道，对对对，哦，影片我想，但我明天真的会去看那个演唱会，看你们的演唱会。我觉得你准备好了没啊？我觉得你准备好了没？包影，对啊，等一下那个影片不准，杨逸轩，你敢露出去？影片就真的是发一个那个 reels 啊，就脸斜坐着，然后玄宇这样，不可。可以，我真的是气死了！不可能，明天要演唱会的人现在还没准备好哎、欸，我真的是笑死，还没准备好。你要不要赶快先去练歌啊？送人，北艺陈世安。好，你现在看大家下面写什么，我来看一下。好，李峰的照片，他说什么？他说以前杨逸轩以前没有那么奇怪。那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和邦邦在一起快一年了，一年一周年纪念日有计划做什么事情来？要怎么算跟这个人在一起一周年？什么意思？就是谁跟谁？我跟邦邦啊！哦，你们在一起一周年哦？也还没。陈轩宇要来晚点再赖我哦，但我明天有事。你们明天几点啊？直接拒绝，不留情面的。那有，我想知道是几点。如果我怕，如果时间是刚好卡住，我会很尴尬。好像是五点多吧，五点。我当然是拒绝你。Ruby 表演顺利，有一个人说可以祝他表演顺利吗？要。哦，我刚好、要怎么确定？就是我跟、你说在一起哦。你跟邦邦5:40开始，你说，不知道是从开拍算还是，如果开拍的话还没，然后如果是确认角色的话，没错，确认角色什么？你满一年了是不是？就算在一起的话，哦，就也还没，好啦，玄宇。会开车吗？如果会要开车再帮帮出去，有开车再帮帮出去玩过吗？我会开车，但是出去玩是帮帮载的。然后，我、好哦，我也想被载。他会开车，我你说我吗？对啊，我会开货车哦，很厉害啊，就可以把那个 VBO 就全部8个人一起出去玩，全部坐后面。问玄宇在生病吗？没有，我只是那个就是胃食道逆流的那个还没好，好烦哦。好啦，
欸，他们说你人缘很好。是，我就是大家的心头肉。真的。好害羞哦。好，你再看一下大家留言，我来看一下大家这个东西。好。有人说可以叫于坚载我，欸，对，于坚也很会开车哦。哦，听说玄是 Army， 那本命是谁？你知道什么是 Army 吗？问你。Army， 对，不知道。Army 就是 BTS 的粉丝名。Army， 嗯，军队 Army， 嗯，那你的，我是啊，我没有本命，我是粉整个团体，我是先听到歌，嗯，然后。来去了解这个团体，然后就觉得哦，这个团体我很喜欢。然后那你会跳他们的舞吗？这个其实刚有一我略过。他玄宇大学参加韩国的甄选比赛时表演了什么？能一路到最后一关，好厉害哦！就我那时候参加韩国的，就是经纪公司的甄选，我就是跳 BTS 的歌。那时候好像是跳 Fire 吗？应该是。那你现在还？记得忘光。哦，然后是不是应该来一段？我现在是没办法，慢，慢嗨。反正就是放，就是那时候就是跳 fire， 然后还有唱歌啦。嗯，然后就，然后他问我是 army 吗？我是 army， 可是就是我没有特别的本命是谁，我就是喜欢整个团体。嗯，然后哦。如果你说 BT21 就是他们的那个卡通人物，就我最喜欢的就是曲米，这你可能就不懂了吧。我对各位阿米抱歉。没关系啦。嗯。那什么有一个粉丝他是日本人，但他的翻译应该有翻错，他说面板很漂亮。请告诉我护肤方式，皮肤吧，就是对啊，嗯，我没有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痘印，哎，你看突然干嘛跟你们那么真实啊，给你们那么看，就还是有一些小痘印啊。等一下，秉承不要吵，突然说教授不要吵，就是还是有一些，但就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少。吃甜的就比较不会长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戒糖这件事情。戒糖太难了吧。嗯，但就是一些少喝啦，然后奶类也少喝。好像没办法，好像没办法那个戒掉这些。对啊对啊。啊，化妆就好了。对，但就是嗯，我觉得保养啊，保养的话其实就很简单，我觉得程序没有很多，不可能戒。欸，黄立峰，你要吃多甜？机器人怎么可以吃甜的？还怪机器人？好啦，欸，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聊天，那我就多一边跟你聊，然后一边，好，这个小话题我就可以把你请走了，我看一下可以邀谁。欸，有人感人欸，有人在感人。刚刚说黄礼峰很爱甜的，真的假的？等一下要不要上来聊聊啊？礼峰跟那个秉承，这个不是可以四个人一起？这样每个人就变 很小啊。啊，没关系啊。选你的帮呢？我的帮在日本睡觉。哦，他去日本哦。对啊，日本，因为现在时间应该是日本时间11:30，应该晚，而且他这几天都在。他都在去雪场滑雪，然后他应该蛮累的。嗯，那杨逸轩呗，杨逸轩也可以上来。我们的词歌在那边吵，不要有人想说不要邀杨逸轩，他好吵。还好哎，欸，我觉得逸轩在片场还好哎，欸，不会很吵哎，欸，伟哲比较吵。我也是比较热情，大爆料。嗯，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嗯，杨逸轩是可能在要熟的、更熟的人，或是更放松的状态下，他就会整个失控。
哦，对，我来看一下杨轩现在还在不在线上，他给我在那边。那怎么看在不在？我点上面的人数啊。哦，他在啊，他在啊。哇，哇，哇，什么？把，哎，要怎么那个？我真的很不会用直播。恭喜，我要把你请走了，我要一个一个来。好哦。还是硬要控场。是这可以踢人吗？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踢你啊？你自己出去啦。我不要啊。还在那边自己出去。哎、欸，要我找到可以踢人的。我们在这边跟韦伯说拜拜。好啦好啦，我要，因为我刚回家，我也要去洗澡。我也刚刚刚对帮，对对对。就我这直播该不会就是一直在 Q 人上来，然后我这个完全就是回答不完。不然你再回答一题，我再走。好，嗯，死赖着不走。哦，听你分享最近看的片单或歌单。这个跟刚刚一样啊，就是一样的。那片单哦，片单哦，哦你最近有。但我最近狂看《繁花》，我好喜欢，我好喜欢《繁花》。然后，因为《繁花》的美术，就我很喜欢漂亮的东西，我很喜欢美的东西。然后他们的美术跟导演的镜头，我觉得都有够漂亮。然后，前阵子看了《死期将至》，《死期将至》去看，有够好看。对，然后。然后此期将至之前就是看了保留席位哦，合理合理。有谁保留席位来先看一下，有人保留席位谁还没看，还没看的先去看，现在一到十集都上了，对，还是这边硬要安静啊，赶快看下面，一直大家一直跟我拜拜。好无情哦。对啊，这样怎么对啊，对啊，不是应该说什么不要走之类的。对啊，卡金马，卡金马，杨一轩还没看，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杨一轩还没看？爱杰阳，希望队长自己的 BL 有啊。我前两年演了一部 BL 叫《约定》，嗯，有啦，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嗯，好了，聊完了，好。好，我们用了，大家拜拜，我去洗澡。好啦，哎、欸，现在照片，等我，我等一下这个下播，我再去把那个照片筛选，我再把照片传给你。好呀，不用筛选就都传给我，对啊，那卡眼的也 OK，OK、OK、啊，来哦，嗯，不一样是不是？大家拜拜，啊，谢玮伯。我可以宣传一下吗？快说！我等一下，我这是什么？我是不是可以做？哎、欸，我应该变成一个节目了。好啦，宣传宣传，跟你说。对，我那个，我1月28我在那个，在那个，在哎、欸、台北车站有个公益的活动啊，我会跟那个，我会唱一首歌啦，跟别人一起合唱一首歌。大家要宣。传先想好再说。对对对，然后再会把那个什么节目单哦，再po出来给大家，再po限动给大家看，这样子。1月28在台北车站，车站什么？但我不确定在对跟池承炫一起合唱一首歌。对，好，好，好，大家都听到我这边真的是一个节目，好棒！但是1月28，嗯。知道的人就去 follow 你的 IG 就知道，就知道我讲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大家晚安。嗯，你自己我拜拜。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怎么按插的？算我帮你跳。不要不要，我不要不要。自己你要自己离开。我尊严的离开。发票寄过去了。哎、欸，我知道也是一个什么很酷的一个节目。好啦，我先继续来看一下。哦，有人问
这个，今天我在群组有看到，就是大家问说会不会有粉丝名，但其实我不知道粉丝名要就是要取什么，就是我没有想法。然后我也觉得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粉丝，然后但我会希望到可能 maybe 30,000人的时候再来想粉丝名吗？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想到什么好的粉丝名，也可以跟我讲。不要吵杨艺轩哦，没有，那是粉丝说的，我还以为现在就说好的10:30，杨艺轩还在吗？还是他已经睡着了？哎，你真的等我等到10:30啊？你还在吗？杨艺轩在，请回答。反正就是粉丝名，我觉得好啦，我跟大家约定，我们30,000人数 ，IG 30,000的时候，我们来想粉丝名好吗？明天就30,000了，哇，赞哭！白轩在的话，请自己回答，不然就自己按加入，不然我猜他就是把手机放着，然后不知道在旁边做什么事情。如果有机会跟邦邦二搭，会希望是怎样的对手戏？跟邦邦二搭的话，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跟他一起都很好而已。就是很多人都我从以前到现在不是以前，就是从我们快保留协会快结束，然后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问说哎，你会接受二搭吗？会不会想要二搭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好，我很想，然后我也觉得很好，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现在，我相信在就是这方面，就是不管是感情上或者是工作上，一定是最有默契的。不是阿金吗？为什么变邦邦？就是因为你们都打邦邦，然后我就念邦邦，然后就邦邦来邦邦去，就变邦邦啦。哎，有人要来吵了，在他很吵之前，我要先再赶快问一题，先不要吵，等一下，等一下你先不要讲话。有想演过舞台剧吗？哎，就是在那边给我吵，你按。痛啥？不敢。我自带 BGM 是什么意思？牙骨兽进化？什么东西？因为我是不是要开个滤镜？我要笑死！太冷了。对啊，今天很冷哎、欸。我等一下，这我现在这有什么用啊？哎、欸，你终于在下面了是吗？你是没有在下面过？在下面啊，我在下面啊。喂、欸，那我要配合你，我要有你滤镜。不要给我那边吵。Note， 李哥，你不需要滤镜，他需要。我不需要，我现在关。他有差吗？这个，不不，暂时干嘛？奇怪，现在没滤镜。哪里查？哪里有查？哦、你有滤镜啊？你没滤镜啊？那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啊。怎样？现在是不用滤镜也可以，不需要滤。你把打灯打那么强？什么打灯打那么强？笑死、欸！好啦，那个你叫什么？不是，看到你叫什么名字？那个谁啊？对，你这是那个杨艺轩。来，我们来一起回答粉丝问的问题。有走在街上被认出来过吗？有啊，当然有啊。怎样认？来聊聊你最近一次被粉丝在被认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好，是我那时候刚出道，不是因为破处出道吗？然后。我朋友就那时候破处正在上映，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看，我朋友想要看，然后因为我刚好我有拿到一些就是电影方的票，都是免费的票，然后给我朋友，然后带我朋友一起去看，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完之后，然后离开的时候，然后我就被认出来，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对于他来说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刚正在看电影，然后看完之后，然后结果我在路就是在路边，然后就遇到电影里面的人，这样我觉得那一次对我来说印象蛮深刻的。那他怎么叫你？他说：“他你没有现在叫我，他没有叫我，是我就是余光看，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会余光会看到一些东西嘛，就看到他就是有那种，对，而且他是跟我搭同一个电梯下来，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刚看完电影。哎，插播一下，他们说乔姐在，Hello，嗨，股东妈咪，Hello，乔姐。股东妈咪要一起跟我们直播吗？”股东妈咪，如果你今天可以直播的话，你可以按那个加入，就是杨逸轩的现在下巴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可以加入吧，应该是在你下巴的地方。好，哎 欸，那这题也是关于你的，有考虑跟逸轩师兄弟固定直播或是一个 talk show 吗？哦，有这种问题啊？我放大给你看，我放大给你看，那这样会。看到是谁说的？还帮人家骂？等一下，他刚是我在下面骂我。刚那个问这个问题的有人，吗？我乔姐啊，他Steven Hurt 是吗？Hunt，反正是。他名字念出来。你刚问题是什么？开一个啊，固定直播或。我一个 talk show，我们会很吵吧？没，我觉得是有趣的，但是就是细节那些也不是说那么能，就是对啊。我要做的话，就要做好啊，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偶尔啦。其实我们也是上次第一次我误入你直播才开始，哎，好像都蛮好玩的，是这样。就可能吧，之后有机会就。可以聊。有人说公司应该很头痛吧？公司不会啊，怎么会？那我们公司乐见其成啊！我们在那边吵，虽然都说你们两个很吵，然后我们很常被说你们两个不要再稀稀疏疏了，你们两个不要再稀稀疏疏不要再稀稀疏疏了。来，我看一下，哎，超多你耶！跟杨逸轩感情一定超好，想看你贬杨逸轩。哎，为什么感觉好像大家是跟你有仇啊？没有，因为我就是个性好啊。真的是，然 后我个性不好吗？就是，哎，话说，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其实我。因为我。很奇怪，我们两个好像没见几次面，然后就变超熟欸。对，我们第一次见面真的非常非常有趣，而且这个故事很精等彩。下，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哪里见面的？我们在试镜的地方见面的啊，日进。试镜啊，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且精彩的来了，各位听好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要干嘛？妈，你记得吗？你记得在干嘛？我忘记，我完全忘记我第一次在哪。剧的试镜。什么东西？再说一次。这是一个 BL 剧的试镜，我们两个，我们两个要那么多人在变日扩了。很精彩。我还记得某些片段，到了，对我知啊，道是哪部，我知道是哪一部。哪一部？但我知道我很清楚的记得我要跟你演 BL 剧，然后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有见过面，但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是同公司。因为那时候我才刚进我们现在这间公司，对对对，嗯，然后然后这可以讲吗？完蛋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讲说实在，蛋了，很灵。然后呢？干嘛？怎样？你要说什么？你想讲什么？没有啊，因为
我记得剧本很清，剧本太紧，太臭。我记得剧本就是我记得我帮你擦药，是我帮你擦药吧？不是我帮你擦药、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家有看免疫屏蔽的话，就是有看到那个顾部下帮我擦药那种片段。然后我记得我擦你的腿，那个小腿吧，我把你裤子撩起来，然后看你的腿这样，然后就说怎么那么不小心，然后那边好，再讲一句，什么给啊？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然后我们之后好像也没有很多很多交集。那一次见面是我们对对对，那真的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尾牙还春酒，就不是，原来是更之前。对，然后后来再一次见面好像就是尾牙吧，应该是。对，我们真正比较掉到真的这么好的时候，应该也是就是VBL 的前面哦，对不对？好像哦，就我试完 VBL 之后，好像就换你去试的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在 VBL 就蛮熟的了。对，好了，这是我们私人感情，我们不用共说。刚刚那一段就是对，刚刚大家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过程就这样，大家听听就好。嗯，笑鼠下烂下烂，等一下大家讲说见过面。哎，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哈？想跟杨一轩打架，谁会赢？打架，但是我赢啊。对啊，啊，就这问题我他真的我所以我不会跟他打架，我就是跟他吵架，就比较。有没有机会去高雄？哎，喜欢要不要去高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不知道粉丝问的，有机会来高雄吗？哦，问你啊，我就不是问我，就一回答嘛。有机会是指说活动吗？还是不一定啊？啊，就是可以去玩啊。对啊，去。我还蛮喜欢高雄的。哦，高雄的话，我都去干嘛？去喝各种奶茶，以前花还讲出名字。以前就是某些奶茶店还没有开到台北的时候，只有高雄有，然后还会去高雄喝。我上一次去高雄是拍戏，拍，买够，反正就拍戏就对了啊，都不要，对啊，没关系啊，不要聊啊，你要不要先离开？刚不都进。直接大破功，上一秒在那边跟他讲说我要戒糖，然后下一秒说，我去高雄都喝奶茶，来台南，我好想去。你有戒糖吗？你戒糖太难了。你有办法吗？我没办法，我才正在喝。对，所以你要开滤镜啊。我不需要。在那边唱 V8。八团众去高雄，我觉得 V8团众真的是，如果有机会会吵到一个炸，我觉得没有人可以 hold 得住我们。不会啦，我觉得是好玩的啦。对啊，因为毕竟我们前阵子有拍一个小东西，我觉得蛮不错的。对啊，就以大家团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不算团众，但就是。短短算是一个，就一个什么特别节目吗？对，算特别节目，大家可以期待。我觉得很好玩。好嘞，你还有什么冷笑话吗？因为有人问说，上次城邦冷笑话不好笑，城邦知道吗？冷笑话，我没有什么冷笑话哎、欸，落掉了。没有，最近没有。并没有冷笑话。好，你自己好自为之。有人问说，想知道玄宇自己有什么缺点？好、哦，停下。他说，官方还没公布，玄宇果然到哪都不。可是，哦，就是这个，我讲的很含蓄，应该。没有人知道是
对啊，应该是还好。缺点爆雷，缺点是爆雷，不是，他就是不大家乔姐，大家都知道我们那天大家聚在一起啊。我缺杨一一大堆，我缺点我有什么缺点？就太吵。不会啊，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很安静的，我是做效果给大家，好吗？哇！照亮别人，我不是讲过了？你有在那边？你是什么？你是蜡烛哦，蜡烛两头烧。啊，缺点有人说缺点你了，对？笑鼠，哎，那你觉得你说我什么我什么缺点？好，其实我觉得没，我觉得你没，因为，我也想不到什么样，真的是说会很突然就很马上就是联想到有什么样的缺点，我觉得也 OK 啊，我觉得没什么缺点。你哎呦，你觉得呢？你现在在那边，如果我现在把镜头关起来，你是不是就是会开始狂讲？拜托，缺点真的没有。没有，真的觉得，我真的没有觉得你有什么缺点。那你觉得我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缺点？你的缺点很多哎、欸。好讲话，好好讲话，不再聊你的缺点之一就是，有的时候会很容易陷在一个会自暴自弃。也不算自暴自弃，就是你会应该是说我会沉溺在一个情绪里面，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觉得快就是你会很崩溃，然后怎么开导你都没有用，就是你自己想通了才有用。嗯，或许是吧。 对，然后乔姐说缺点对这件事情，我直接就是差点检举，按乔姐检举气数。乔姐我刚没看到，他说杨轩最大缺点就是太帅还是什么的，哦、我差点按举。没有啊，乔姐，你都是一向都是直话，有话就是有话直说的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乔姐这样讲，你也不能怪乔姐，乔姐就是比较直接，就会这样讲出来，对吧，乔姐？然后我缺点就是暴雷，就这样，所以呢，我没有，那我也要一个很直接的缺点。你说说，我要放出逸轩自己太帅的影像。小姐，欸、不要，小姐那个，小姐那个真的不要。好，那时候你在我旁边，你知道那个影片真的不行。哪一个？哦，我知道，那个啊，那个真的不行，那个我真的觉得我会黑掉。不准把我在大创的影片放出来一样。欸，那个真的很精彩、欸，那个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爱比丢气球还爱、欸、我跟你讲，你有一天会放出来吗？你说大创吗？它还是手机里面吗？还在啊，当然还在啊，我怎么可能删掉？那你有一天会把它放出来吗？因为我怕你哪搞我，你就是把它突然把它放出来。不会啦，我怎么会这样子啊？不会啦。那我给你机会，就是宁可在我自己的直播场，你拿远远的把它放出来。可是不行啊！我现在用手机在直播啊，没办法给你看到，要不然艺术也没办法、啊。好，那你没有机会把它放出来，就这样。那就是就这样，不行。好吧，没关系，我们自己私藏，自己放就好。那太多气了。我来看一下大家还有聊什么哈？美白产品交出来，杨轩。其实，玄宇他放你的，我就放他的。小姐，那我不会，小姐你别放那个影片出来，真的。是下属。从后面，美白会生气。玄宇脾气真好。我脾气很好吗？还好。对啊。啊？什么东西？会下瓦机啊。但他你。你那边有他的那个被吓的影片吗？我不会讲说有。
改天跟我分享分享，好想看。好，好想看。杨轩也蛮白的、啊，杨轩，你有在用什么美白产品吗？有人在问。没有，没有，我没有用美白产品。可是我该不会冬天变白啊？什么东西？就是夏天会变黑，冬天会变白、啊。但你是会晒伤的那种人。会，我会。哦，那你晒伤完之后会变白吗？就是我只要变黑之后，我要一段时间才会变白，但我可以白到蛮白的。你应该就是那种黑很快、白很快的人吧？就是白底，对，对黑很快。你看我们那时候拍啊，你那时候你不在，不好意思，就是放我这边整个大晒伤，然后就会黑完之后，它脱皮之后就白回来了。嗯，有人说齿哥那么爱熬夜，皮肤还这么好。我那很爱熬夜，那都是粉丝乱传的好吗？屁呀、啊！你明明每天都在三四点、两三点。有啊，不要乱讲。没有。没有吗？吗？有一个人问说，想听你聊聊在等待剧本时候会做什么准备或是心态。我。没有啊，然后他问我啊，那我们一起回答、啊。先说说你的、啊，等待剧本的时候会做什么准备跟先，就是好好生活啊。嗯，我觉得啦，你先把，因为毕竟很多东西是从生活去发掘，就是要好好生活，然后去尝试更多的可能吧。嗯、然后再就是，因为我觉得等戏的过程很。如果你要一直去想说明天会不会有戏，明天会不会有戏，这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嗯、对啊，趁睡觉的吧，有啊，我在睡啊。就，有一句话说，嗯，就是表演就是在想象的世界里面真实的活着，就是，可是如果你没有在真实的世界活着过，你怎么能想象世界呢？啊、对，蛮有道理的。对啊，所以就是要好好的活着。没，没错。2024年的目标就是好好的活着，好好活着、啊，然后开心的活着，也不一定要开心啊。因为刚有一题说，就是遇到难过，就是要怎么样正向，要怎么样他说要怎么保持好心情的。就其实我想回答是，不一定要保持好心情，就是你有坏心情。那就让它坏啊！对，就是你会难过，那很好，那代表你还是个人，你会有难过的情绪，你就好好享受那个难过。可是要记得，就是难过完了，把东西收拾收拾，把心情收拾收拾。那如果遇到可以让你开心的事情，那当然更好。是啊，是，没错没错。那是一个就是，啊，老老平安，意思是很。很有内容的孩子，我要检举就。嘿，什么？本来就是啊，拜托。对啦，高雄，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其他部粉丝的互动状况是什么。但其实我可能因为保留席位的面向本来就是走比较凉的，所以我们后续在宣传收到的卡片，我看到好多都是他。看了保留席位，或是可能我们聊天聊到什么，然后他觉得有感而发，然后让他可能原本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变好的，我觉得很好，就是给自己一些希望，然后永远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就好。嗯，是是，因为有一题问说他在工作的时候被针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想反击，但也觉得无力。我的粉丝都问这种，就是也没有都啦，就是这个粉丝可能最近身体的不好。就我觉得，坦白讲，我们在工作，连我们身为演员在工作也会遇到很多无力的事，也会遇到一些不公平或是一些委屈什么的。但就是做好你自己就好。我哭了。但大家会。想说这不是他们想要看的直播哦，这不是大家想要看的直播是吗？
那到底是怎样？就是怎么？好，明明今天在好，然后今天突然给我在这边，这边给我心灵鸡汤。对啊，什么意思？给我正能量。给我正能量。对啊，没有啊，就希望如果你有不开心，那你幸运的已经刚刚看到那一段，那就希望你好，想看你们吵架，气死欸，你们这些人。那你要戴眼镜？有粉丝说我戴眼镜蛮好看的。可以跟你一起戴眼镜，那我就把眼镜拿掉。好啊，不行，那我拿掉，我真是看不到字哎。你现在很像，你像哦，知道吗？我们那些 Altis 就是胆小狗英雄那个奥提斯吗？对对对，莫莉尔哦，那是奥提斯，哪长这样？他不是有戴一个墨镜还是什么吗？没有吗？是哎，好像是，好像是，好像是。嗯嗯，笑死！好了，还有谁？哎，还有谁在线上？那我要把你请走了，是不是？差不多、啊，大家想看吵看不到，他们很失望。Sorry 喽 ，Sorry， 今天大家没有看到你们想看的吵架。但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常在吵架。对啊，我们到底要能吵什么？对啊，就只有。杨一轩有时候讲一些很北兰的，就是比较不好的话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呛回去。哦，什么不好的话，好好讲，就比较睁眼说瞎话的。睁眼说瞎话，你说像乔姐讲那种东西，对你来说是睁眼说瞎话是吗？你现在是只说乔姐的想法你不认同吗？没有，我只能说乔姐太爱我们了，所以你知道。他也是某部分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就是他有滤镜就对了。哎、欸，他的滤镜就是大到就是棒，然后小看小姐还在线，还在线上蛋呢，倒数很久，他还一直 Q 很久，很久愿意来跟我们聊天吗？很久，如果你愿意聊天的话，你可以，你会用。IG 可是他是机器人，他应该学习很快，就是下面可以那个。他们今天中午的直播，我真的是有看没有懂。我还没有看，但我看到网友有分享，就是有够好笑，就是两个，就是对不对？两个就是有点那个，就是还在学习啦，还在 AI 还在学习。拜托，我想当初我们第一次要开映后直播，也是开的哩哩啦啦。你们就应该请教学长学长啊。你刚刚说学长学姐吗？学姐是婉仪 啊，林婉仪是学姐。不可能在这边给我打歌哎、欸！你要跟我一起唱吗？我不要歌。哎、欸，说到唱歌，等一下，大家真的要想办法让玄宇唱一下歌。玄宇的歌声可以说是嘉义吴青峰。在你又被清风的粉丝出征了、啊，明天直接涌入一堆，就是先涌入许光汉的人来骂，说凭什么说自己像许光汉，然后再然后我说凭什么？我没有讲说你像许光汉，我想说嘉义吴青峰。好，谢喽，谢谢。好，先赶快撇清，要不然等下被许光汉粉丝攻击怎么办？就攻击下面的就好。唱歌哦，但。我很想去学唱歌哎、欸，因为刚刚有粉，其实好啦，就是这里面超多人都在说要不要 cover， 想听你唱歌，想唱要唱什么中文小曲库要唱什么，但就是我好想去学唱歌，然后让自己的声音可以再更好听一点点。嗯，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对啊，就是我不知道经纪人啊，经纪人有。经纪人好像没有，经纪人如果在线上，希望你可以听到我的小心声。别赖他是吗？啊，去学个唱歌什么的。好啦，啊，那好，你的问题。哎、欸，乔姐说你不是应该要先唱吗？你唱个几很长几拍？那你那天还要唱什么歌啊？哦，那一天。唱很多，我那天我觉得我那天自己有点就是唱太多，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都觉得你会不会
一直在抢麦或者干嘛之类的，但是不至于。我想一下那天可以唱什么？你可以唱，你今天可以唱什么？你那天有我唱那个王杰的啊、嗯，王杰，来我唱唱一首王杰，我就把你踢出去。不要，不要唱了，要唱不要在你的不要在你的频道，不然在你的直播里面那个大唱。我觉得大家有还是。是你怕怎样？会那个，会被王杰粉到。好啦，对啊，那你就慢慢唱牛离开了。你就慢慢唱牛顿与苹果，然后飘走。好啦，好，各位拜拜。哎、欸，牛顿与苹果。就会用力地说着怎么关啊的从容关了想起你用一个他爱我的笑容拜拜走了不过我知道你是什么节目啊我在笑鼠这到底是什么节目就是我 好像就是一直 还有人要来吗我们今天到十一点半好了11点半跟大家约定好11点半不然我怕会太吵还有我看一下现在线上还有谁跟我在线理由在耶理由要不要来唱歌聊天然后乔姐在乔姐要不要来唱歌聊天对啊我今天好像主持人哦学成选与有约哦直播会留吗直播不会留耶就是这个是比较我就觉得就是比较 free 的东西就不用留下来理由你要上来聊天记得 cue 我因为这边哎谣言王王英瑶也在要不要来聊天要不要来聊天聊天的话可以按加入唱歌哦唱歌我要唱什么如果今天唱的话乔姐你更不用化妆了吧本人就超漂亮的李峰还在吗李峰飘走了但就是哦你刚拍完对今天有听谣言王说他去拍东西。李峰去帮教授洗澡，对他刚刚好像有说他去帮教授洗澡。乔姐不用化妆，乔姐真的不用化妆啊！乔姐不用化妆也超漂亮，你们有看过一定都知道，乔姐真的很美，就是眼睛又大，就是眼睛很大颗，然后樱桃小嘴，然后又有下很漂亮的。下巴下颚线天啊乔姐出道如果我的好朋友们你们有想要跟我聊天的话记得在那个梁轩返场不可能欸唱什么婉仪要不要上来唱歌我笑不熟唱个但我突然这么多人在我唱歌好害羞我来唱个大家提供一下要唱什么好不好唱个几首歌保留片尾我想我爬个歌词不然我真的是等下唱错会对雨清很排斥还是我应该 Q 雨清来唱清个喉咙然后就等下大鼻塞我喜欢和你简简单单不预设的关系偶尔疏远让彼此呼吸偶尔比情人还要亲密差不多吧这个
还是留给雨晴。青鸟飞过的夏天，你折的青鸟在身边，期待这些出现，他用心哒哒哒哒哒，全世界就你看不见。差不多，还要去摸宝贝啊，我的宝贝。嗯，不对不对不对，刚刚那一段不准剪。我的宝贝，算了，宝贝，下一个。笑鼠，保留。我的歌真的都很好听，真的啊。其实我现在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很怕我唱的不好听。就是，哦，其实保留我很喜欢那个子森的那一首歌。我要找那首歌歌词，因为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我好喜欢那一首歌。大家先等我一下下，我找个歌。大家会不会想说到底在干嘛？对啊，友情客串，对，然后友情客串啊，别再烦，别再乱，上一段是我友情客串，借来的美梦我现在都归还，朋友不该偷渡害你的打算，剧情向前站，去找幸福的下一段。友情客串每次听都好悲伤。跟大家分享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还没拍摄还在看剧本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乔姐就给我们听我们会有哪些歌，然后我听到友情客串，我直接就说这首歌如果是在第八集第七集的时候播一定会超有感的。然后后来我自己在看第八集第七集的剧本的时候，我就是配，因为我有档案，我就是配友情客串来听，就然后就边听边哭，然后还拍那个卫生纸给哥哥姐说，天哪，我刚刚这一段真的太感人了。最近喜欢听青鸟飞过的夏天。谣言王你要不要上来，第六集听到这就直接哭爆，天！就是其实有啦，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听 cover 的东西，然后就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没有做过，所以可能再给我一点时间，然后看有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听到 ，maybe 是 cover，maybe 是。我的歌吗？我不知道，不会，真没有爆雷，我乱讲的，没有之后的歌。小情歌，小情歌怎么唱？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什么曲折吗？曲折，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狡辩的叫大走音，空气沾了河，白鸽。好，我下次要先把歌词里面看听清楚。哎，还有15分钟，我们哦，五月的晚霞，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在一起，许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只愿到而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 不敢唱太大声，我要等下邻居来看你，好尴尬啊。小幸运，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时间的决定，那
陪我淋着雨。有没有人要来跟我聊天？陪看着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是我前阵子狂听猛听的一首歌。夜空中最亮，对不对，我在想一下。夜那首歌先放在旁边。你真的天亮是什么意思？可以开放粉丝连线吗？好啦，不然剩最后的十分钟来连线一下好吗？有要加你们现在开始加入，然后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啊，来聊天，来聊天。Kisses from Italy. Hello. 太快了吧！是锁定，先挡起来。来聊了什么？一个人2分钟。天哪，太快了，还没有想好问题。那你先，你刚刚我先送你离开。等一下，你刚刚那个问题回答到一半，你不是有一个粉丝问你什么舞台剧的？哦，会不会想要挑战舞台？会啊，如果有机会，就是尝试舞台剧，当然会啊。而且你知道，舞台剧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演员来讲很想要去练功，或者是说，因为你要临机反应啊，什么都很好的那一种。好，因为你刚刚回答到一半，跟你讲，杨逸轩，我真的是不用，我就是只能就是这样。杨逸轩在那边要按加入，我把杨逸轩再加进来，然后现在就三个人，你会被杨逸轩围挤，很好。没关系啊，你就把他拉上来。哇，笑死！怎样啦？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等一下，我先挡起来。你在那边装吗？没准备好。在那边给我笑粉丝。我没有笑粉丝。我没有准备好。我是真的还没准备好，我在床上。好。在为了上来聊天，开始拼命装法，笑死。好了，没有了，开玩笑的啦。你们。啊，你们聊，我们聊。我找下一个人咯。好，拜不，拜拜。还有谁？我们都来聊一下。好，这个。别再烦，别再乱，上一段是我友情客串。Hello， 안녕하세요。嗨，等一下，好，可以了。Oh my god， 什么时候是我的问题？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不是有之前打一串字给你。我们在那个中印一起看的时候有见到，然后我在楼下车的时候你在旁边，对不对？对。居然你还记得，傻眼。所以那串是有看完吗？我打那一长串那个。对哦，你说什么东西一长串？就是我在中印结束的时候，是吗？不是，好像最后一集结束的时候。你说 IG 的。在私讯吗？对，有啊，我一定都有看过啊。我发誓，就打他传给我讯息，我真的全部都有看。然后就是我有按爱心的，一定都是我看过。谢谢你。我知道你好像之前都不能来，然后终于好上来，对不对？对啊，真的好不容易。好。我妈真的超严格的，好了，就辛苦你都，也谢谢你。不会，我们好，下次那个以后长大的时候给你带向日葵。什么？以后什么的时候？我说以后长大的时候给你带向日葵。长大？为什么是长大？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妈很严格啊。好了，那你应该要睡了，11点，拜拜。拜拜。好笑啊。好，我们再点一个。哎呦，对，这边跟大家，好酷哦！我真是第一次自己开直播。怎么
我是我，天哪。안녕하세요。Hello。Hello。这样要聊什么？不知道哎。不知道。那你要按加入了。不知道你按什么加入。就是想加一下。啊，好啦，恭喜恭喜。我们不然你。因为这礼拜我想要对新的滤镜。嗯，你说什么？新的滤镜。有啊，新的，跟大家报告一下，也不是报，这是他做的哦，很可爱，就是我们的小东西。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的，就是你看我都有存，但我要先找一下我另外一个保留席位的滤镜。另外一个好像不能直播。哦，为什么？好像有限制，好像有限制，因为它有就是可以选择三个。好啦，反正就是我们有一个帮我们做滤镜的粉丝，就是菜，谢谢。你要新的也可以再说。万一说到这个自己来存，我不知道去哪里存，但就自己存。但城邦都没有用。那么你不要为此觉得难过，他就是不会，我知道他就是。你看他 po 文的方式不是 po 文，你看他发现通的方式，就是他就是很简单，他就是转，然后把心得写上去，就这样。他也我像我就会有强迫症，我一定要背景是同一个颜色啊什么的。哦，你是看他那个橘色的一片很好笑。什么橘色？他前阵子转发全部是橘色的。有哦，对。有吧，那你要教他用一下。好，我等他从日本回来，因为我到日本到现在我们都还没见到面，就只有聊过天而已。好，谁？好啦，2月20日见。2月20日见，2月20日，再来玩弄。应该可以吧？没关系，还有16。好，拜拜拜。好。我们来下一个。欸，我真的就一路这样子，然后玩到11点半，我会不会被我经纪人骂？就经纪人说你在那边一直乱，在那边跟他乱聊天，没有吧？还有啦，呼呼，笑鼠，安妞 ，Hello， 嗨，少爷。我跟你讲很好 Q 的，因为这些有的账号我都很熟。嗨嗨嗨嗨，有没有什么想要来聊一下的？要聊什么？聊一个你要问什么？没有玄宇下班录的晚的一个礼拜。哦，很难过哎，这礼拜没有下班录了。啊，没事啦。那我们220见。好，还有316。嗯，一定会见到的，到时候再跟。因为其实最后一天下班路，因为人好多，然后就觉得好像很难跟大家聊到什么，然后就可能因为时间也有限，所以会希望跟大家可以在220还是316的时候有见面，我们可以多聊一点什么。好啊，可以呀。好的，送你离开，拜拜。来咯，我们再下一个，我随便点好了，因为有一些可能就真的不是那么熟的。好，欸，我点了。Hello，Hello，Hello。有点临时，因为我前阵子原本要去你们首映，但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我一直没有过去。对，然后刚听到有其他粉丝姐姐在讲220的事情，然后整个啊220是什么？然后我现在正在用电脑查资料。然后就看到突然开始在跑，让人家发生什么事情。来来来，变身直接跟你说，2月20有一个国际书展，嗯，然后我们会去签书，对，然后好像我看活动的内容还会有小直播的样子，但这个我不太确定，看一下到时候会有什么。对，因为
因为我在餐厅上班，所以不确定能不能到场。哦，没关系，然后再告诉你一个更久以后的，你可以去好好排时间。对呀，三月16号，我们有，因为我们有番外篇嘛，然后番外篇就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看。OK， 没问题，我去抢架，我把我的特休用出来。对，因为我记得我上，哎，我大前天有去屏东海洋博物馆，然后我有邀请你跟陈邦，有。我在那天很多人去的表馆，然后想说，哎，没有什么人，然后在走的时候想说，哎，脑袋有闪过你们的画面，然后就标记你们了。谢谢。对，已经很多人狂飙，哎，很棒啊！我们可以成为水族馆代言人。你们可以每个县市的水族馆都去跑一遍。真的，澎湖的也有，澎湖也有，对，澎湖也有水族馆。你说316嘛？对，我先记起来。我先在这边。我现在现场299位，讲一下220、316这两个时间，如果要遇到我们的话，是可以遇到的，是公开的行程。对，因为我还要从南部上去，所以可能会要抓时间。啊，好啦，谢谢你们。谢谢。还好我上来。这各面。我。OK， 拜拜。拜拜拜。呼呼。好酷哦！哎，这样跟你们聊天很酷哎。好啦，那最后一个，因为时间已经28分了，哎，但我的手机它是坏掉吗？就是按加入的地方，我现在点开就是会一直转圈圈哎。天哪，我的手机也知道就是直播该结束了是吗？怎么会这样呢？呜呜！好，我没办法再邀人进来，那我们就简单聊一下天，就差不多要解散咯。哦，旁边好像有人可以问问题的。我看一下这边写玄宇戴眼镜也好帅，把刘希威会不会有第二季？问股东，直接问股东。卡了，我卡住了吗？我卡住了，是我卡住吗？你们还我现在有在动吗？我也不知道。再唱一首，好，现在开始刷歌名，中文小曲库，中华小曲库，来开始刷歌名。我来看一下有什么歌，随便乱唱，唱个2-3首就没有。哎，为什么我没办法邀请你们？就是奇怪。近视几度？400-200，也没有很高。少女啊，少女是林宥嘉的那个少女吗？Baby， 自从遇见你，是这个吗？我比你还要少女偶像的位置。我忘记歌词。如果可以，有人说使劲咬，使劲咬不能唱。如果可以，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余地，落下10000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好，那最后一首。哎，我手机刚大宕机，怎么讲？派克想要上来聊天，但我没办法要，就是加入申请哎，为什么？好奇怪哦。史进瑶 pass， 告白气球，告白气球会后来好，哎，后来可以，后来来送给你，后来来送给你，好。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好，谢谢，好啦。
直播开太久，手机会过热，原来是这样。好像电台主持人，我觉得蛮好听的，不是蛮好听的，讲自己，因为刚好上面那些很好听，然后我就跟着讲，蛮好听。我觉得，我第一次开直播，这样子我觉得好好玩哦。对，然后再看看吧，有机会之后一定还是有机会可以偶尔让来跟大家开直播来聊天。然后时间也差不多到11点半，很晚了，就是大家早一点休息，我们之后见，好咪？大家晚安咯。以后若想开，我看看啦，有空就有可以就开吧。但希望大家就是宕机，好啦，反正就是很谢谢大家来陪我，然后从以前陪我们到现在，然后现在跟刚认识我，因为今天好像这影片很多，这个直播有些人按追踪，跟大家就是你现在才来追踪我的，如果你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去看保留席位，在 VBL Series YouTube 频道，然后现在1到10集已经全部都上了，所以你可以像看一部电影一样，从头把它看到尾，然后如果你已经看过，你也可以再看一次，然后希望未来有更多好的计划，不管是 cover 还是什么，都可以跟大家见面，就这样子咯，大家晚安。欸，好可爱哟，我要让它在我头上。好啦，把它先刷起来，2月20见，然后3月